主厨创意手工饺子美味登场，陈哥玩游戏狂踢铁板，被卜学亮玩弄于股掌之间。冰花翡翠无鱼带子饺打出来的韭黄菜汁了，放到这个饺子皮馅里。股掌鱼了，我就切丁啊，新鲜的带子也切丁，放在饺子里面，都在饺子里头的冰花饺子。对，面粉水了，淋上去，水分都收干了，就形成一个胶皮啊，一淋锅我就要起锅了。哇，上桌喽！好哦。你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走啊！来，啊，对准啊！好，眼睛不要闭上。他听到手会抖哎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第二颗。谁把他来了？鸳鸯蒸饺，这个饺有酸味啊，对，有酸味。馅料部分，这个猪脚肉我会把它放进来，低筋筋把它放进来，它整个就会很绵密，它大约稍微这样一匙的量进来，红薯酥，哎，这个蒸十分钟，放鲑鱼卵，走，石头，蹦。我打他，怎么？摆第二个就是怕第三个你上不了，心机重得很。紧张了，紧张了。好喜欢看你紧张的感觉，轻一点，你都不痛。都剩两颗，两颗再剪不到，那就天意了。要不小心，我觉得有 feel。陈哥的一血前耻，摆脱卜学亮的魔爪吗？你正在收看的是《型男大主厨》，看谁最幸福。再近一点啊！非常的感谢观众朋友在每天晚上七点钟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今天的五星级料理会有一个特别清明的主题，是什么呢？是主厨创意的手工饺子哦。今天呢，我们有很好吃的饺子，但有很好看的戏，好不好？嚯，不得了啊，都是名伶啊，啊，都是角儿。欢迎卜学亮、范逸飞、洪雨晴、李信，欢迎四位。往前站一步，是是，来请。先从这个戏来，因为你没来过我们节目啊？没有，第一次来。第一次啊，好，来感受一下，这个是剧名叫做《九月四号日》。九月四日，你要瞧好一起讲。九月四日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未来电视电影啊？对。哎呦，八月十二号就要播了，这个什么样的戏？它是有一点点惊悚，然后有一点点不知道灵不灵异这样子，因为我们主要是在说灵异吧，心魔的部分，我们主要是心魔。他这次呢，听说他用两个命案呢作为故事的基底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一个是那个洪若潭的命案，然后一个台中洪若潭命案，嗯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花莲一家五口的那个，所以是个惊悚片哦，绝对惊悚。这个戏有土东华，还有哪些演员呢？戏的演员没有非常的多，主要差不多就在这边，因为我们是关在一个房子里面拍的。哦，那很可怕，那我们主要就是拍我们一家人。好，八月十二号星期天，对，晚上九点钟首播未来电视电影。这几年他的动作频频啊，好多量很大，好多好戏啊。哦，另外一个也是好戏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了不得，是歌舞剧《玩我们娜娜》又要演出了。不得了，这是张雨生的这个独一无二的代表作，唯一留下来的一个音乐歌舞剧，隔了几年，20年。最早在1997年的时候演，然后98年跟99年都在演过，哦，都有加演过，加演，后来就没有，一隔了多，哎呦，隔了20年，后继无人呐，谁能又唱又跳又会演的？没几个，哎呦，陈哥你好眼光啊！哎呦，你是第一次哎，对我第一次演舞台剧，其实是演音乐剧，非常非常的紧张。这次的戏要让你好好表现哦，而且我们的音乐真的好好听。对，我们开台樱井宏二是谁啊？就是科技长，科技长，他就是之前20年前跟小。宝哥，20年就是他，对，就是他。这前面这四大巨头，梁志明、陈乐融、张雨生跟樱井宏二，当时就这四位，就是这四位哦。所以这次所有的曲子都重新编曲，哦，又加了很多新的元素进去，一定要。对，他每一次再演，他都是风格都不一样，跟前一次不一样，就等于是这个果陀剧团的30周年大戏，对，是不是？太好了。
这重现20年前的这个光景哦，太棒了。对，首轮其实在台北啦、台南啦、桃园，其实都卖得相当不错，剩下个位数的票。哦，那台中开始卖，已经开卖。所以今天是来卸票的。哦，不是不是，我们希望能够加场，加场，希望能够加场。对，9月14到16在台北演出，台北国家戏剧院。对，然后呢，10月6号、7号在台南，11月3号、4号在桃园。哇哦。那明年的1月18、19在台中。对，台中已经开卖，台北。台南、桃园、台中，赶快锁定他的演出消息。当然也不要忘记8月12号看9月4号，好不好？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排戏拍戏很辛苦，今天请大家吃饺子，好不好？东省时的创意饺子，来欢迎凯豆总。好，今天带来这个饺子是创意饺，叫做什么？意大利龙虾饺，你看厉害了吧？听得懂吧？龙虾饺，听得懂吧？意大利龙虾饺，请看示板。8分钟的时间，只有8分钟吗？8分钟。今天的话呢，皮的里面放香蕉，还有放香蕉，香草，不是香草，还有香菜哦。饺子里面放香蕉是很少见的，好厚哦。对着，还有，这看起来好像酥皮哦。啊，好特别哦！它的面皮，它的料理的技法非常的多变，而且非常的利落，看起来没有很这样的感觉。哇，好漂亮哦！感觉有趁着花在里面。哦，要压膜了。哎，不是用那个擀成一个面皮，它就是用一个盖。饺子皮是这样子做的。是，圆景器。是那个鲑鱼。鲑鱼。鲑鱼。哦，都是海鲜。里面有3种海鲜：龙虾、虾肉和鲑鱼。这样怎么包得起来？是奶油吗？该不会蛋黄两片包起来，只有两颗？他意思是只有两颗哦。没有啦，好满的。你看，两颗，只有两颗。他通常做菜是呈现一份的视觉，一份。这边还有，切，差不多。这好大颗哦。3分钟。时间过2分钟。哎，刚好哎。他就抓了最后剩下3分钟再下饺子，你看好厉害啊！包法不一样哈，这跟传统看的不一样。打上还有，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香料，有月桂叶，有芹菜珠，有红洋葱，还有香茅，还有香茅，白胡椒粒，白胡椒粒，哦，胡椒粒，哇，番红花，好多香料，没有用油哈，加进去不需要油，奶油、奶油、白酱。就是鲜奶油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！这个酱不管是沾面包还是做白饭都非常好啊，好香！你又饿了，还有菠菜，菠菜啊，菠菜它有很丰富的维生素，西洋的菠菜。OK， 还有啊，还要继续打哦。尤其你的菠菜在整件事情里面，它完全可以解腻啊。嗯，这些奶啊，吃多了腻。对啊，还有黑奶酒，漂不漂亮？哇，感觉变得好绵密哦。变绿色的，好像抹茶哦。好，还有柠檬、lemon juice 不用搅太搅里面进去，因为里面的绿色，所以 lemon juice 传度出来的话，绿色换成黄色，所以不用搅一点。听得懂。那怎么这样啊？啊，这个的话，菠菜进去以前这个白色的酱，菠菜进去之前那个酱，它留一点，留一碗，对，留一碗下来。它打的那个很香，很多香料。下菠菜之前，下菠菜之前的那个酱啊，那个酱。好了，这样差不多。好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好了。其实海鲜料很容易熟的。对，一颗抵3颗哇，哦，好大哦。你们刚有注意到它这个饺子煮到蓬有没有？嗯，我们所有的碗饺类啊，都要记得一定要煮到蓬啊，不能煮到浮上来没有好哦，没有熟。人家很会哦，他很会。哇，他很会。哦，只是淋在旁边。这上面有一些的 KBR。有什么 ？KBR。天哪！鱼子酱是吧？鱼子酱。太高级了吧！哇，精致，这张就好了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今天整集都是创意的手工饺子，主厨推荐，所以待会我们大家拿出一些运气出来，拿出一些工作态度来，来各就各位，猜拳，赢人就会有3颗球的机会，是了解吗？好，剪刀石头布，哎呦，哎呀，请小朋友吃甜筒，哇。
不能散哦，没那么没那么少了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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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傻瓜龙之莲藕，黄勋黄勋，反正就是他了，哎呀。没有办法吃到了吗？还有机会，三战两胜，三战两胜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没有了，还有别的，就换下一棒了。三战两胜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一比零，李信哥，我来，好，我来，好，就打，好，大哥加油！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好，耶，来，手工都吃点头。这个本来是那个重的，可惜了，重，不能换，不能换，不能换，我下吧。来哦！傻瓜龙都吃莲藕，陈哥，我就听你的哦。不会吧？不要，往下拉，往下，不要吧？奇怪了，我以为嘛，是不是？哎，我怎么不会中？哎，傻瓜龙都吃莲藕，没有，没有，中了，中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往下拉。来。准备，剪刀石头布，打死你！我的妹妹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打死！哎，我怎么都输在这个？对啊，蔡琴都输了，奇怪，不要以为拳头大就会赢啊！傻不隆咚吃点头，他中中，可恶，没中，还有一个酷死，对，这是香菇吧？傻不隆咚。你已经弄掉一个了，算我没中啊，对啊，已经弄掉一个了，弄掉了，动作太快，姿势弄半天，很帅，好啊，还有吃谁啊？傻瓜弄石头，我要吃，我要吃，好，我要，也太长了吧这个，这样你都对不准，我做新娘，我的头发有吹这么硬啊？打错了，你看。吴师傅，点啊！我要吃，我要吃，好，我要。这也太长了吧，这个。这样你都对不准。我不做新娘。我的头发有吹这么硬啊？打错了，你看。来，我们有东西吃，来。我们有。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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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先做好了，肯定你们该去另外。要一起拿好再吃。哎，你们已经吃香蕉了。我已经在吃了。哎，吃了，不客气了，吃了。哇，好香哦！最主要就是那海鲜的那个鲜味都在。你刚那个海鲜有加什么调味吗？啊，里面有香草跟香茅。嗯，都吃到了。要要要，香茅味道。咬下去，那里面的香料都出来。那个酱料的层次，天哪！而且柠檬点的很好，它带一点那个柠檬的香气跟酸出来。它的皮是很扎实的那种，对，每咬下去都可以吃到，很有那个嚼劲。对，你怎么吃？你想要了解更多，会吃这么快？你想要了解更清楚，我可以再吃一口，然后形容给你听。尽量不要。好吃，厨师厉害。它那个酱料的量用的刚刚好，太多了会那个酱料会压不住。不应该，不应该，酱料都刚刚好。它这样事后再撒是对，我们掌声就好了。谢谢看，谢谢。接下来我们的五星级的创意手工饺子，有请阿基师吴秉权师傅，欢迎。今天的创意手工饺子啊，事实上呢，跟阿基师呢参与的一个活动有密切的关系。是的。哦，我们台北的活动很多啊。阿基师是什么样的活动？哦。好感动啊！这一次呢，我跟着我们这个去台北玩，去完台北，所有的外景工作团队呢，啊，到了很多个点。那么在生活当中呢，我们无外乎就是在里面创造了很多的奇迹。哦，啊，那么这是一本很精彩的杂志啊。那么台北画刊，我们也请各位观众朋友，你们可以到台北捷运站以及各旅游服务中心，还有各行政区公所等地区免费来索取。台北旅游网当然也有电子版的专刊，来，数量有限，拿完就没有了啊，请大家趁早。谢谢。哦，这次，所以这次你特别为了这个活动。要找的好食材，是，然后也做了一个手工饺子，是，听说去了北投，是不是？是是，台湾这个宝岛什么东西都好，对啊，很多农渔牧业啊都已经做精彩的改良啊，而且越来越精彩，而且很丰富，选择也多元。对，今天呢，其实呢做了一个手工饺子，是刚好为了我们这次台北画刊里面呢也呈现了这个饺子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这饺子叫什么？今天做的是冰花翡翠无鱼
带只脚，无鱼就五仔鱼，摸鱼，对对。饺子怎么做？来，请看。好的，那首先呢，韭黄下水去打出来的韭黄菜汁了，给和到这个饺子皮馅里面来。来，妹妹来，你来协助我。啊，就皮就吃得到它的味道了。对，水量不要多啊，水量一多的话，韭黄的味道会变淡的。嗯，好，放着压好哈。好，来，那。不用不用了，它直接倒就行了啊。这边有中筋面粉啊，那在面粉当中呢，啊，我这里是滚水啊，滚水是不 OK 的，一定要用九十度滚就可以了。九十度。所以对对，你发现它滚，你就加一点冷水没有问题。这样就九十度了。对。这边面粉呢是120克，我要热面。那我们下的时候呢是2/3的面粉啊，拌进来，这个叫烫面，不要太多。那么就简易的这样子和匀了一下就好了。那这个汤面当中呢，我们就还要保留1/3，就是把那个韭黄的菜汁加进来，慢慢的把汁液给我拧出来哈。来，那我这边呢，我就用一个筷子，在面团里头呢，我加少量的盐巴。好，那么盐巴加进来以后呢，那么我再补一点点的调和油，好，一点点的油就好了。过来，阿舅妈，这最后啊哈，好，谢谢。这冷水烫面跟热水烫面的出来口感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好，那么一点点的拌一拌，这固态酱啊，真胖啊。好。所以今天饺子皮我们自己擀。自己擀，自己擀，自己擀。翡翠了，顾名思义，当然指的就是绿色的蔬菜。嗯，我把菠菜给放进来了，阿内哦，哦，金赞哦，你盖牢盖牢，坑你，来来坑你哦啊，然后拿个保鲜膜包一下，丢到后头去，醒个几分钟啊。哎，洪雨荨会做一些厨房活哦。会，我这边有一碗的冰水啊，我在这里头杀青，做一个杀青的动作。好。那么杀了青以后呢，它里面有草酸钙，吃起来会磨牙的那种口感呢就拉掉了。那么赶快放冰水当中降温，上面梗的部分你手抓的好抓，下部的部分呢你手帮我水分拧干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哦，啊，现在动作做耍掉哦。好，那我现在五仔鱼了，我就切丁啊，切丁。好。这个是五仔鱼的碎丁肉，嗯，那么接着是新鲜的带子，这个都有生食条件的啊，嗯，也切丁，也切丁，大小要一致，对对对，所以这一次非常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来让我们到菜市场去走一趟啊，确实很感动，嗯，真的信手拈来，什么都是很精彩的食材啊。尤其现在最难能可贵的是，我们市场里面的所有的一些卫生条件呢，跟早期来比的话，现在不得了，进步很多，进步好多好多啊！一点点的胡椒粉，这都是包在饺子里面的，都在饺子里头的。然后盐巴一点点，盐巴，别太咸了啊！一点点的盐巴，然后这个油，油都要和在一起啊，和在一起。因为和在一起以后呢，我等一下这个菠菜呢，菠菜和到里面来的时候，它这边的油脂呢可以协助菠菜叶更加的滑嫩。哦，加点火力够它不溜了。嗯，好。阿姨，我们再回来好不好？好的，谢谢。好嘞。好。何必走？吴秉辰师傅。大家好。来跟娜娜这一组啊。是。来，先带来的创意饺子是什么？我们来做一个鸳鸯蒸饺。何谓鸳鸯？包法上面会比较特别一点，然后里面你会翻到它有两个洞，这两个洞又放不同的食材。哦，一个角有双味啊，对，有双味，对，底下有内馅，上面你还可以加个双味这样子。这样不会破吗？复杂哦，有，所以它两个洞哎，对，两个洞，所以就是包法会不同，所以很，等下教大家会很简单操作。好特别哦。对，馅料部分，馅料部分，我今天走的是比较芹菜，这麻烦你一下啊。来，这个有个热水锅，也是猪肉饺子是吧？也是猪肉饺。吴师傅不要说麻烦，您吩咐一声，我们就做得到。从你用电锅做菜开始，就当你的帮手。哎，真的非常的熟练。切一点点的姜。这个姜主要是在猪肉里面去让它有去腥的作用。这个要拌到馅里面啊，拌到馅里面。哇，哎，那个已经变绿了，可以，你先把它捞到旁边去。好，变绿就可以。对，来，
这个猪脚肉我会把它放进来，那包括姜也放进去了，那这边有一个低筋筋，低筋筋，这么好，对，你就把它放进来，哇，然后让它凝固的部分呢，我就会直接放冰块，哦，这是冰块，这是冰糖，冰块进来之后，它的肉质会紧。那紧的时候就会把这些汤汁把它吸进去，那顺便把这个冰块水也把它打进去。难怪冬天跳到水里就会缩起来嘛啊！不行，什么都缩了，什么都缩了，缩起来。米酒进来，这么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太多。来，这个是，来帮我盖起来，帮你盖起来。好，好，这是这插回去，是。那拿这个，哟，这怎么像冰淇淋啊？肉怎么会变成像冰淇淋？它整个就很绵密。哦，那我们刚刚的这些的地基筋什么的，完全被吃到肉里面去。好，这样应该差不多。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那你就把它盛出来哈。我今天用的是剑虾，这个你必须要把它米酒洗一下，这样子。洗一下就撒一些进来。哦。然后呢，厨房纸巾你就去压它，你去压它。好。这样就洗得好干净哦。这面团我是用中筋面粉，大约说250克，然后搭上130克的温水，用的是温水，因为我拌完之后，对，拌完之后，因为你不能太高，它要变熟面的，汤要变熟面，所以我让它静置大约差不多5-6分钟左右，发酵的效果吗？对，它就有发酵的效果，所以我就把它擀成大片的。一开始它发酵完之后，你需要把它延展开来，所以你看人家在做水饺皮啦，做面啦。就一直在重复，一直在重复。这颇，这皮其实颇扎实的。对。我好喜欢看人家做面点。然后弄好一个，你就把它放上去，撒一点粉上去，不要粘住了。你说每一个这个皮都要再撒一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饺子皮。哦，那不要单一拉哦，你要尽量让它是皮均分，单一拉它不会掉。哦，好。对。行不行啊？可以，干嘛？不行，我可以帮忙。好啊。我是礼貌性问一下，你是他真的需要你帮忙，难得偷懒你还好啊，你也偷懒太久，就说手扭到了，他其实是狮子的，吃这个 OK 啊，就吃内馅的，对，真的假的？糯的跟菠菜的那个内馅的，不错鱼饼，哎呦啊，这么大方，这个是吃感人哦，阿基斯的翡翠舞。吃这个 OK 啊，就吃内馅的，对，真的假的？糯的跟菠菜的那个内馅的，不错鱼饼，哎呦啊，这么大方，这个是吃感人哦。鱼肉、菠菜叶，新鲜的带子，一点姜泥、盐巴，会不会太小？不会，没事，小到不会，就是有点歪七扭八的，不顶圆哦。手工的嘛，手工。来，我们来玩，我们来吃甜筒，来，好，好，来，去，两位，第一回合。台维斯杯第一站，好不习惯。剪刀石头布，只要说布，只要说布，哇！来，请开始。你得有三。打乱刀吃甜筒，你啦，懂？哎，没有，加油加油！你完了，给他死！打死他！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他感觉好有杀气哦，怕怕。你啦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就是他了。懂了，我们已经一胜了，我压力就小了。我们刚才输也是输在一胜之后啊。哦，是哦，你不是还有什么姿势吗？啊，好好看，再弄一下，再弄一下吧。我先打死你再说。来，剪刀石头布。我叫做台北转运站。是不是？打乱刀吃甜筒。来。啊，对准啊！啊！弄死你！傻不隆咚吃莲藕！哎呦！这里，哎哎，好，眼睛不要闭上！还是挂着吧，挂着吧。怎么那么衰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哇，我们呢？他们听牌了，5-3。
三色，他们那个那一桌今天的奖是三个锅，然后三本化开三袋粉，淋一点点少量的这个红醋提个味啊！哇塞，好赞哦！好好的尝试一下，因为这一次呢，我们在市场当中呢，我们走了，尤其是到了北投市场呢，让我们更加的有感触啊！啊，好香哦！哦，配的那个醋的感觉，哦，还没吃就觉得好过瘾。它有那个香味，好香，多了一个香气，哇哦，嗯，哇哦，完全在放，它直接放在那个整队没有一个讨喜，配什么？而且我觉得加菠菜好棒，嗯，什么理由？吃完了，嗯嗯，舍不得扔掉就，嗯。想让它留在嘴里久一点，自己倒菜了。嗯，来，两位请回，不就好。哦，那是冰花饺子。对，做冰花饺子，面粉水呢，一对十的比例。面粉一对十。一汤匙的一啊，十汤匙的水。嗯，就这样子啊，淋上去。哇，好，就这样子上来，然后呢，就开始让它慢慢的在里头去煎了，它就是面粉水嘛哈，就是面粉水，然后加一点油，嗯，哦，加点油，对，要加一点油。那它要焖盖多久呢？等一下我们回来看到它锅底的一些水分都收干了，就形成一个胶皮，倒盖过来就完成了。好，我们再回来。好的，谢谢。郭秉成师傅，其实刚的饺皮，我们吃面片是吧？对。哎，这样我们刚好吃完一组了，我们刚刚吃掉呢，这边再吃面片啊，让他们。都你们吃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用芹菜煮过的水煮面，对，它就增加一个香气，都不讨喜，真厉害。你们真办到了，真的。哎，我很喜欢吃面片汤哎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要拌什么？红葱肉酱。哦。台湾米九十一了。那个很好吃哦，对对，内行的内行的，家里没有蒸拌面的时候，拌面，陈哥还拌给你们吃，哇，蒸拌面，蒸拌面，蒸拌面最厉害，哇，面最厉害，出来，好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，傻不隆咚吃甜筒，剪，这个好了，中，不可能。猪血浇浇后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哇，放一把，对准对啊！真的蛮好的，真的。傻不隆咚补血量，来，用鼻孔看你。哎呦，想要迅雷不及掩耳的啊！休想，来，傻不隆咚吃甜筒。不行，重辣，哪里？鸡血哪里？不可能！我好刺激哦！哎呀，傻不隆咚吃甜筒，三选一很容易耶！这打不到没？射！中了！哎，搞了半天要搞一下。骄兵必败，我们太骄傲了，对不起，你还没有赢哦。剪刀石头布，对，打死他！傻不隆咚吃甜筒，转了，好 ，concentrate， 对，就打死他就对了，来。傻不隆咚吃甜筒，你吧，马上急着回去。煮饭及格啊！天意不可为啊！真的是，真的好讨厌，好香哦！香味闻得到吧？香味应该会飘过去，有这种照片啊！哎，真的，很香哎！香蕉，你们的香蕉一起吃嘛？好卤嚼劲，是啊，就是很简单的嚼劲哈。很 Q 感，而且刚刚是因为有个曾先生在拌，曾先生拌的好啊，看起来感觉就不一样，很会拌，你真的会拌的，拌的好，你走开啊！快吃完喽，待会再闻一下香味，一样不一样？哎，煮说完了，好，马上说完，来，是怎么包出来的？怎么弄的？啊？这边的比较干，所以底下比较光滑一点点。有粉的。对，然后比较干的地方，像这个有粉的地方就焯里面。好，那大约差不多这样一匙的量进来。
车辆进来，这两边你可以沾一点盐水，先扣过来，扣过来之后呢，它会像这样子，对对不对？打开，拿这个就接这个，转过来，转过来之后呢，这就把它锁住一下，像蝴蝶结。对啊，这边是有一个洞，对，然后再撒一点，一样拉过来，这边又多一个洞出来，有没有？就两个洞，好，就像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放在这个桌子上，再把它压一下，拿定型。这两个洞把它打开，就像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洞的地方，我们就先塞一个红喜菇，对，把它弄短一点点，放在这个里面。那另外一个地方，这边的地方，等一下我蒸起来之后，我就会放鲑鱼卵。哇，好，那就这样子。哦，这好可爱哦。这要蒸多久啊？这大约在十分钟左右。两只虾，哇，你的料都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太多。两只虾，大户人家包的就是不一样。我自己贪吃啊，多弄一点馅料。你要再把饺子包成水煎包就对了。两只虾，一虾，这就把它拉起来，这边再压一个。嗯，对，对对对对很好，离好远。好像怪怪的，为什么变成这样？啊，也有两个，这边有一个洞，这边有一个洞。这个就是你包的，你叫你说你汤匙，那个叫满满的汤匙，不过空间就有限了嘛。有一样还是可以啊，有香菇，真的，这边还是有可以，待会可以再插那个龟。反正这样也好，还是照着他包的。阿杰要组装了，来我们看阿杰吃什么。好啊。来，麻烦镜头对着这一包下面的汤匙，滚的啊呢。好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整个起锅了啊，一离锅我就要起锅了啊。1、2、3，哇，小心！哇，好棒！陈哥宝，好，有哎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整个起锅了啊，一离锅我就要起锅了啊。1、2、3，哇，小心！哇，好棒！漂亮。好，来，冰花饺子，红醋。来，欢迎各位特别来宾，谢谢。冰花翡翠五鱼带子饺完成了，谢谢阿技师。来，吴师傅也要出炉了，不行，要出炉了，还没弄好。来，这边有一个香油，加点水，它上面有点润，哦，亮亮的。对，来，这个蒸十分钟。酱料部分我会用到五印醋，小匙的酱油膏进来，酱油膏跟醋一起，姜、辣椒要点一些鸡味，一个饺子配一碗酱油，对，刚好三个人蒸饺，一个话三个人，鸳鸯蒸饺，蒸好了我们就上桌喽，好哦，来吧，剪刀石头布，没关系，台北转运站。再转就再说了吧。傻不隆咚吃甜点，嬉皮笑脸，打不到的啦，这里没找到，傻不隆咚吃甜筒，压力很大哈，打他，弄漂亮，你刚怎么样？死得漂亮一点啊，死得漂亮一点啊，你就帮我。你还是打不到他哎！对啊，我不会这样啊！还没耶！哇！啊，年纪小的先啊，年纪小的先啊！剪刀石头布，漂亮漂亮，猜拳都赢。开张一下吧。傻不隆咚吃甜筒，小心心。1:1了，刚刚就是太骄傲，现在什么都不要讲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傻不隆咚吃甜筒，哎，有机会哦。不好意思，抱歉了啊。不要轨道，还是不好了。我的天哪！怎么会这样？
苦一点。太惊人了！红醋啊，哇，是这个最过瘾，就是它上面那个连在一起，那个也是那个最的，好香，这个香味没有那么，你要闻一下，配香蕉啊，闻也是红醋的味道，是啊，那个明明就是我们做的，结果我们在看你们吃，有看，刚刚就是前面就是包着那个皮那个，感觉不一样，上面那个皮好好吃，包什么皮？他听到手会抖哎，包什么皮？包的那个皮以后，要脆脆酥酥的。特别好吃，而且里面好滋润哦，对，那汤好好喝哦。饼皮里面是湿润，然后外面超级脆，是不是？然后旁边的那个皮还是很有嚼劲，只是有两种感觉在里面。哇，还是一样的感觉，舍不得吞下去啊！为什么舍不得？因为在嘴里面可以更感受到它的那个滋味。那我一个人可以吃掉一整盘呢，真的。滋味真的好。这么好吃，真的。吴师傅怎么说？整体信息你入口的时候，第一个是酥。哦，然后再酥，酥脆，酥脆的口感，然后的感觉他们知道，然后再是润滑，就皮表的一个润滑，那最重要是里面整体的一个爆浆的一个效果，那爆浆出来它完全就是鱼的整个鲜味是满嘴，满嘴跑，所以你在吃的过程你会觉得说又很奇妙，就整个的一个红醋的酸去点进来，你就好像在吃。很精华的鱼翅根，精华的鱼翅根，怕节目长度不够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这是第二颗。跟大家讲一下，喂，小心，不要掉地上，掉地上，小心，我好难，谁抱他来了？我是为了哄我爸娜娜来的，不是，你是我的贵人，你真的是贵人，因为你去演音乐剧，来这边又可以吃到每一道菜，哎，音乐剧是好了，这个贵人贵人当到底，我们掌声鼓励啊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您安排，我们就照这个顺序吧。好，好不好？我打他，不要跑。你们最后好。好。来，准备，剪刀石头布，非常好。好。破毁。开始。傻乌龙东吃甜筒。赢。可以。吴玉泽刚。吴玉泽刚。你们就一个一个出来对我们打就对了，就这样。你吴玉。你有豫吧？你摆第二个就是怕第三个你上不了，三战两胜，对不对？心机重得很，剪刀石头布，不怕，让你先。傻不隆咚，不学了。嚣张了。你真的嚣张到底吧？紧张，他一定很紧张，好喜欢看你紧张的感觉。傻不隆咚出甜头。哎呦，怎么觉得要撞？我也觉得。轻一点好了，免得不痛。傻不隆咚。哎呦，这算谁的？这算他的。这不是我用力的，是算他的。要剩两颗，如果两颗再选不到，那就天意了。两颗再选不到，你直接选了吧，直接选了。哪一颗？我也不敢太用力，它又飞出来。傻不隆咚吃甜头。好，要不要？要不想？要不想清楚？我觉得有 feel。要不想清楚？要不要换？哎呀，这种一定打到的感觉真好，这里也不，这里反正就打中，哎，正面嘛，比较正面。哇塞！对呀，我刚才想选那个鱼牙姐，想太多了，我已经无心工作了。剪刀石头布，剪他！耶，他真的剪我。傻蹦蹦吃甜头。范以飞，这名字真特别。怎么叫范以飞？就你好了。哟，好太好了！我觉得对的好好的。好，弄他。傻不隆咚吃甜筒。哇！他连吓我都没有。他自己吓到自己，没有够没完。这大概是什么效果？这什么效果？这剧不会这样子搞艺人啊！这一对今天怪怪，我完全没有压他哎。
到。好可怕！打光灯菜场，好，他静姐，打死他！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！我们知道，我要哭了。你今天也休假了？今天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出来？对呀，那我们也要停停停，刚好我们也吃饱了。刚亮哥怎么对你的？对回去，不，刚好我们也吃饱了。你怎么对我们都没有印象？我们有饭后水果，谢谢。哎呦，吃饱了吃水果是对啊，妈妈都有教我。刚刚吃太饱，吃饱了吃水酒啊，啊，哎，亮哥，亮哥，你那颗没有人要吃，没有吃，我自己负责。那个丑的我自己负责。那龟苓好鲜哦。我们饱了就累了，吃太饱了，有点想睡觉。原来吃饺子是这感觉啊！阿弟师，你来补充。这里面任何的精彩呢，都会远比他下这一个姜醋来的逊色一点点。他选择了非常好的五蕴醋啊，这个五蕴醋单一的酸鲜一点都不带甜，反而能够带动它里面鸡汤的味道，还有鲑鱼卵的味道。以及菇类所有整个缤纷的食材结合了以后，在嘴巴里面是丰富的，是幸福的，是真的非常好吃，掌声鼓励，好，好，今天来还是有目的的，好不好？回味了20年带来的这出戏叫做《我我爸娜娜》，演出的时间即将上档了，是的，来什么时候播出？对，9月14到16号台北呢是首演，国家戏剧院。对，然后呢10月6号7号在台南的展演文化中心，然后11月3号4号在桃园的展演中心，明年的1月18、19在台中的歌剧院。购票请洽两厅院购票系统或洽果陀剧场。来，接着一下，9月4号。是剧名，是剧名，是剧名。然后我们播出日是8月12号星期日晚上9点，在纬来电影台63台。哇，这个是收看哦，这一定要准时收看啊！这次里面呢，把这些人网络在里面，火中华。好，这两出好戏，是的，是的。还有，我这边也要宣传一下台北画刊，记得上我们新南大主厨的粉丝专页，上我们的 FB 就有机会拿到阿基斯签名的哦。谢谢大家的宣传跟介绍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啦！谢谢大家，记得准时收看《型男大主厨》。也希望今天的创意饺子大家都喜欢，谢谢两位主厨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拜拜，谢谢，下期晚安，谢谢。年度进步奖四强首战开打了，安妮、许富凯率先来比拼，没想到命运却是年度最佳进步奖票选的结果，取前四名多队厮杀，首战许富凯、安妮。希望今天有奇迹发生，抽一个这个阶段帮手，我们不要1号、3号、4号、5号，我觉得3号，你也要坚强，奇迹。我叫奇迹，奇迹好，奇迹好，八分钟接力赛，他好认真哦，他的眼神毫不犹豫耶，他进步的速度比武雄快，跳跃的事情太快了，奇迹，漂亮。他目前表现还可以吧 ？OK 了，安妮很优秀啊，来了，对，没有看到跟外国人演感动演的这么像，没虾球，助理好，今天就差不多了吧？你做的很快，不好吃又怎么样？等一下我要投票，不要让他投票，不会投票，待会就会抽到他了，不能投给你，起码毁掉你吧。在家里有没有帮忙磕佛像吗？啊，你不用那么多凤梨啊！会爆啦，求救啦！你会输哦。谁能帮帮我？几号？5号、6号，5号就是五雄。2号是不是成哥？安妮、许富凯，谁能夺胜嘞？更多的精彩内容，请锁定《型男大主厨》。